我妈呀！救救我！你怎么了？我快不行了。哪儿不行了？啊？现在约束你也不行，是吧？这不约束你也不行。你现在啥问题呀？啊？现在啥问题？我不行了。哪儿不行了？哪里不行了？啊？哪儿疼？哪儿难受？哪儿难受都说不出的。那都没有难受的地方啊，咋又不行了？啊？又没有挂盐水，啥都没有干，又没有吃药，你还想干啥呀？这么好的日子你还想干啥呀？你是不是要约束起来呀，你才有安全感呢？啊，把你约束起来，你又去冒险，你又去猜啊，不约束你，你又觉得又没有安全感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还是约束起来有安全感一些，好不好？反正是，啊，反正是啥呀？反正是要磨人。我跟你说过了呀，我累呀，妈呀，我太累了。啥呀？你有事儿说事儿啊？没事儿，安静一点啊。是躺着还是坐着？对不对？要给你找一个好朋友去聊聊天，你也不去，你也不跟人聊天。啊，我跟别人聊天，你又反对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那不一个人待着好好的吗？你想找你大闺女来是吧？是不是？你最听你大闺女话，对不对？你打电话给她呀，打电话给她，好不好？嗯，到时候你让小凤啊打电话，你说把我大闺女叫来，我想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好吧。对呀，那就行了。等大闺女来，有啥话跟她说，好好跟她聊天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让他带你出去走走转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就行了。那又是还哼哼啥嘞？那你还有啥事儿啊？没事儿啊。对呀，没事儿不哼哼啊。把鞋穿上，把鞋穿上，慢慢坐在小凳子上，好不好？坐在那里小凳子上喝点水，把牛奶喝喝，啊，把牛奶喝它，来喝大牛奶，快喝吧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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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说啥？又这样。说啥嘞？想说啥嘞？你要怎么，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昨天啊，对呀，昨天你是不是可希望我走啊？是吧？昨天是昨天啊，昨天是昨天呐，今天是今天。哎呦，今天是今天，今天又变样了。那明天嘞？明天就不一定了。哎呀，那明天对呀。明天又可能走了，又想让我走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所以没所谓的，哪一天我又回来了，还早呢，我还早呢，现在准备走，还没走呢吗？不是？想说啥？说呀。睡醒啦？高兴啦？这一会儿又高兴啦，
啊，没睡觉之前干啥了？哭了没有？你啥时候走啊？说了没有？那我啥时候走，你伤心吗？不伤心，走了才能来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不？你想不想让我走？想不想？想，为啥嘞？走了好来。对呀，走了又来，走了回去让闺女歇两天，是不是啊？歇两天有精神了，又来管你，好不好？哎，为啥让姑娘又来？为啥要来呀？来了有啥好？啊？哦，妹妹走掉了。嗯，这里有医生，这里还有小凤，是不是？也挺好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老师，你扎的蝴蝶结怎么那样好看啊？扎个蝴蝶结，嗯，我们头发长啊，又不剪，就扎上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老妈，喝点水不？还想走路不？不想走了吧？刚走路累不累？累吧。不能走啊、哦，要有人陪，是不是？你想走路的话很容易啊，康复师马上就来了。哎呀，乖乖的老太太。